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先为大家示范的观看是化妆不会的琴键，淘气活泼的剪刀手哈，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圣搭队哈，基本上我看了关卡资讯之后，我发现应该是没有比这队更稳的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用这队打，一直一直打哈，一张一枪铁哈，铁还好，铁还好，好稍微提升，稍微。前面就当作是一个处技的一个 timing 好不好？你就边打边处，但是你可以借机把其中一只干掉了。哦，可以看到我中间放了一只很奇怪的爱心，有没有？为什么要放这个爱心？对，因为有爱。压力的好小，对我是在好小，没错。哦，这个为什么不放一个？光的哦，基本上其实你要放光的也可以的哦，只是我想说这样搭配上会比较特别一点。哎，怎么个特别法？等一下再跟各位解说哈。哦，第一关你就是一只一只磨过去啊。基本上说磨，其实通关速度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哦。说磨它应该不算磨。哦，所以现在这个展示算是一个哦手转哦，用手转怎么转？用滑鼠手转 combo 数哦，这个达到一个不可置信的地步的示范哦，有多不可置信？这个我自己也不知道哦。然后自己有人问我说，为什么可以用滑鼠转到这个 combo 数？就是练习，就像你用平板用手机可以拉到那样的 combo 数是一样的道理。哦，开了哈，魔力召唤。哦，一开马上有没有？马上这个 combo 数就掉下去了没有？马上回复到平民三到五 combo 了。哦，因为它的威力够了。哦，威力够。蛮好打的啦。那我不晓得这影片有没有人看啊？说实在话，因为对我想说还是拍一下好了。因为比较难的，昨天实况已经都处理掉了哦。后面这几个我看起来是还蛮简单的。如果打不过的人有问题，可以在我们的粉丝页哦留言一下。这个百姓在 OK 的状态底下是都会帮你做解答的哦。基本上这边就属于一波带走了，不要跟他客气了，因为你跟他客气他也不会跟你客气哦。哦，这边五颗基本上我们动不了他就不动了，这边四颗可以动就动一下哦。100多万，基本上我出的力道是有点重了，不过可以增加我们通关速度哦，所以无所谓。好，可以看到我们的基友还是有做到攻击输出哦，非常好笑，是我们现在第二波要爆发的时候居然缺光珠哦，就是跟赛特一样哦，你第二波爆发没有暗珠，基本上就跟大便一样。嘿，刚刚有攻击到吗？我刚刚是不是看错了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像有消耗一组的样子，这是双体共生哦，所以两只血尽量互相扣扫再一波带走哦。哦，直接冲都没关系哦，就算冲到最后一关也不用怕哦，不用怕哦，别惊别惊，百姓在家哈，不用怕，百姓在这边。你有办法冲到这一关也无所谓，我们就直接给他冲过去哦。哎，我做全体会不会把左边那只干掉？那你觉得有点不妙，好加菜，吓我一跳，差点又做全体。啊，看，好，现在右边那只要干掉了。为了避免干不掉他的问题发生哦，我决定这个开一下技能吧。
哦，期望是一波带走，因为这样可以省很多时间，哦，非常多，真的非常多，有多多，摆心示范给你看就知道多多了。这一关哦，请小心哦，自爆一万，自爆一万。我们来试一下水温哦。哦，一丢丢，一丢丢，基本上一丢丢没问题。哦，好痛！嗯，我忘记看这个血量的部分了，是百姓的疏忽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基本上还是可以做一个拯救性的动作。哎，老大，你不要太大力哦！哦，好可怕！哦，基本上那个高康博虽然说看起来很高，可是我们的攻击力因为在这个康博数不够高情况底下，对不对哦？产生了一个威力不是很大的现象。哎呦喂！哦，自己力道掌控稍微小心一点啊，各位。基本上刚刚看起来很惊险的画面都是节目效果，都是节目效果，对，就不要太介意哈。好，停停停停，哎，对，哦，基本上这个血量基本精算师就是非我莫属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是神魔血量精算师，平民百姓，好吧？好，越战越强精哦，别惊啊，别惊啊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有我在这，有我罩着是没有问题的，把你的暗珠。光珠啦，不是暗珠，光珠滤出来。哦，没有光珠之前，我们都不要轻举妄动，哦，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。然后光珠看起来量还不错，所以我再滤一点点出来哈。哎呀，我的光珠，你把我消掉做什么？没关系，好，没关系。靠，自己把光珠消掉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基本上越战越强精哈，虽然说看起来很厉害，可是对我们来讲是还 OK 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多来几组，好不好？来一波给他舒服的，我刚这一波是属于差点把我的光柱消掉，所以我做了一个刹车的动作。OK， 来吧，天雷的战场。哦，一波开下去哦，让他舒服透顶。OK。好，龙科盖下去。好，滑鼠的龙科基本上百姓本身就没有练了，所以就是分数可能就不会像想象中那么高了哈。哦，一万四而已 ，OK， 来吧，欧啦欧啦欧啦 ，K。哦，哦，可以看到很舒服的一个威力，哈、哦，所以基本上关卡没有什么难度，哦，圣达很稳的就可以过了，哦，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，这个火妹造型，好、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